今天为王力宏准备了一个我不是很了解的东西，叫做樱桃。樱桃干，这是什么？刚刚在那边看他照片，然后看到一盘樱桃。这是我准备的吗？不是我准备的吗？我就问制作人说 ，Why？ 我要问为什么要这个东西？所以等一下，是要吃樱桃是不是？吃樱桃有必要请他来这边吃吗？不是，吃来要干嘛？我想应该就是对樱桃梗做一些什么特殊的表演吧。你先。好，那我看看你能够对这樱桃做些什么来。太精彩了，第一集啊，这个樱桃可以到拉斯维加斯表演吗？他把梗拿去了。哇塞，人家还有通告了。你用手绑他嘴巴去，我看到有一个圈圈呢。你练得干净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练这个啊，只是有一天发现我可以打用这个打结。OK， 所以你舌头是不是可以360度转？有这件事吗？因为我舌头还很长。你可以弄鼻子。哇，下巴。哇，那怎么360度 ？OK， 360度。这个叫做 party tricks， party tricks， OK， 无聊的时候，好，肯定要近一点的。啊！好弄的，一定有轨迹在里面，谢谢，一定有轨迹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不是真的转那么多，对，就是视觉的 trick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有人连转两次？我还可以吞舌头，因为太长了。现在讲笑话还是什么？是这样吞哦，我喊一二三就要吞哦，一二三吞。好奇怪的感觉啊！为什么要发明这些事情？为什么？我小时候很无聊。所以你真的是很有才华。什么烂结论啊你！神经病。好了，你现在所以你 party 现在还做这件事吗？没有，就有时候上节目。好，王力宏的新专辑里面有很多他的新尝试啊 ，Chin Out 这个他希望能够做到的风格，不知道你能够流传出去，看你有多支持他的新唱片。力宏，谢谢你今天来康之来，谢谢。